又是在家闲着没事干，自己还挺陶醉呢。画了以后，这个非常简单，把轮廓画好，涂色就是了。今天呢，好久没画画了，打了一个草稿在这儿。蘸水稍微蘸一下，rose 玫红吧，真是好久没画了。哎，这颜色真好看。外面下雨这个画，这个就是我在 W.H. Smith 买的，发现在网上买的$9.99，就好几根啊，有这样的这样的，结果还有一个上哪去了，得再买一个，让他屎壳郎刷油漆给我弄的都有点，哦，好几个。这个刷子选的好，这样才好看一点哈，白的太多了。
下雨了也没鸟叫。哎呦，没水了。因为我是业余的，画的就是画着玩的，如果要是专业的，肯定就是你这画的，我自己觉得这样会有立体感，对吧？就是我的休息日，画画画，聊聊天儿，我就喜欢干这些东西。我不喜欢出去玩儿，它就是不封城，对我来说，我也不出去，基本上是被拽出去的时候多一些。自己选择的话，没有东西要买，也不什么东西，基本不出去，根本不会出门。因为它还没干，有的地方就比较模糊，弄的。这是我吃印度烤饼的那个小卷，小卷，小 film， 就省得浪费水了，就这样画完了就可以把它扔掉了。